嘉义县议会议长张明达以营造商机拼观光，逐梦山水美家园为政治理念，与南投县的观光导向目标相符。今日上午特地率领议会同仁拜访议会，议长何胜峰、副议长潘宜全亲自接待，介绍议会议事厅各项设施，也与来访的贵宾互相交流意见。议长、副议长也与来宾交换民生问题及观念，对于目前两县的观光产业等各方面进行意见的交换，也希望未来两县能够有更多交流及发展的合作机会，促进两县的各项产业发展契机。议长、副议长也表示，两县都是国内的农业大县，近年来也都积极的发展观光，希望未来两县议会能够有更多的交流，为两县民众争取更多的发展机会。民进新闻杨志凯议会采访报道。